预告一下，待会儿我可是会逃跑的，加油追上我吧。警探队伍里特招的禁闭者就是你呀。哼，脚程跟耐力都不错。嗨，爬得上来吗？用不着。哦，没想到是个女人。你用了变身器吧？真伤人心。追问，瞧，动，要我教你点塑形技？才不要，我身材好着呢。该活动活动了。可能会有一点痛，不要紧吗？交给我来吗？如果赢了，晚餐加肉。全部刺穿就行了吗？喜欢和我一起吗？丑话说在前面，不遵医嘱。感受这份愉悦吧。
运造切除。你们就这点本事？还没结束呢。以为特别调遣的禁闭者侦探有多大本事，你让我好失望啊，小丫头。呸，谁在意你怎么想。果然是你干的啊，我运气真不错，一下子就逮到真凶。你把现场摆弄得那么浮夸，还大秀自己的狂恶能力，是要对我们下挑战书吗？还是想被观众夸奖？切，骚包又自恋的家伙，自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会受你摆布，还一边打电话愚弄我们，一边近距离欣赏自己的行为艺术。哼，可惜你遇上了我。我，名侦探克里斯，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打脸翻车。警校大一就交心理测写了吗？这答案还算凑合。可是小笨蛋，你答题速度太慢了点。我可是从联系你的第一句话就给足提示了。你好呀，菜鸟警探。那位老探长一听就知道现场被监视，他压住目光谨慎搜索，不打草惊蛇地寻找可疑人员，而你晚了整整47秒，还在那儿大喊大叫。轮不着你叨叨，你说过安娜尼亚还没死，解除能力，现在还能算故意伤害罪，送你去 MBCC 被监管，不然你就是杀人犯，见他。没什么，想到好玩。正义感爆棚的傻子了，居然敢对我大放厥词。杀人犯定义不了我，侦探。瞧，人会开花，我赞同生命可贵。再瞅你的。哇，继续啊，开车，生命很稳。我问，被开花的人被吸走生命后，哦，问这个？你在赏花？啊，总算赢了。案件情况复杂，牵扯到禁闭者、污染、花园刺客、连续作案的可能。现在再整理一次已有信息，全体探员都记好了。
首先是安纳尼亚案，除了现场找到的各种，现在我们确定了安纳尼亚的真实背景，初步认定作案动机为复仇，这也符合现，可能是花园内部有人跟103年事件有关，也可能是相关人士给花园的委托。我们会继续顺着奥菲利亚的关，但事件还没结束，现在要关注的是第一个嫌疑人。凶手不是内森，可他用内森的手机联系安纳尼亚，案发后又联系我们，内森可能是协助者。关于内森的基础信息已经同步给调查组所有成员，有探长提出档案作假的可能，这个需要进一步验证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内森本人，在6日23时12分，从目前的信息来说，除了那条有可能是凶手，犯人的作案动机还不明确，但我们并非毫无收获。禁闭者刺客组织花园的首领，一个自称夜师的女人，其能力是开花。下一朵花何时何地又为何而开，你来推理看看。未来的名侦探克里斯，就当作你最喜。好了，这就是那个憨丫头拿命换回来的情报，连实习生都能豁得出去当前辈的，怎么能，实习生你怎么还没回去？